你哋都係擺低個電話，做乜嘢係放人？你咁樣係挑引唔到我嘅，你咁樣係挑引唔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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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咁
我都仲未有事啊！我都係睇到你一定，我應該長命過你嘅呢位先生。
戴翻口罩，拉翻上个鼻道啦，公共卫生意识啊，阻住晒呢啲咁嘅人，质素非常低嘅路，我哋唔好同佢拗啦。唉，真系讲紧啊，唔好同我拗，傻仔。拜拜。一句就唔好同我拗啦。拜拜。其实佢系边个嚟噶？咁啊，小丑。佢系边个？小丑。我都一个人嘅啫，我都想有人喺我身边。好，我翻去。唉，真系，而家啲中年人啊，真系心浮气躁，又喐啲啊，粗言秽语。特登嚟闹。系啊，特登嚟搞事嘅人。佢落翻地铁站走噶啦。佢落翻地铁站走噶啦。喺身邊好似都有個義父女仔喎、哦，跟住佢喎，都係好上次喺好似喺中環騷擾快啲嗰個有一個義父嘅女仔跟住佢喎，係啊，佢身邊。咁我哋翻轉頭睇下珠峰呢邊嘅情況啊。講完曬要講嘅嘢，麻煩曬大家。大家如果要採訪，可以就去翻對面公民黨嘅位置。喂，去翻公民黨呢邊睇下點啊？哇，重新改革。我哋拍住。哇！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去飲啊。唔好意思。好，等齊曬先嘅記者朋友，等齊曬先。牌。真係 OK 先，真係 OK 先。牌俾阿打。大方啦。頭先個地方買嚟嘅。好嗱，頭先咧就阿 Audrey 就未講曬嘅，爭少少阿 Audrey， 我哋繼續講埋落去好唔好啊？最後少少，唔該。簡單 recap 啦，希望一力支持公民黨嘅朋友咧，就今次民主派初選啦，港島區嗰票咧，希望可以支持鄭達圖。另外咧就係、超區嗰票咧，希望支持李宇春。同埋仲有咧，就話俾好多好似同我咁上下年紀嘅人聽啦。你去到票站投票啦，唔識上網啊都唔緊要啊，有好多好年輕嘅義工，好快手噶，好容易噶啦，就可以投到票啦。13万多人啦，已經投咗票啦。但係咧，我哋要更多嘅人投票，因為我哋大家香港人要團結一致啊，對抗而家個極權政府。所以越多人投票啦，係越保障大家嘅。所以未投票嘅請盡快去到投票啦。咁多謝大家。提多一句啦，除咗手提電話投票咧，我哋有啲票站咧可以係用紙箱投票嘅。好，跟住請 Tanya 講幾句，唔該。好，各位港島區嘅街坊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，做咗咁多年島民，當然冇得繼續喺呢個位置服務大家咧，係覺得有啲可惜，但係亦都感覺到好榮幸。因為在香港長大，在香港讀書，我有的東西都是香港給我的。現在我將我有少少丁咁多 的經驗呢，又可以跟我前面的鄭達雄分享。阿達今次的選舉非常不容易，因為我由2008年開始，或者是2012年，甚至是2016年，我都有拍檔。2008年就是我隔離的余若薇啦，2012年就有家樂啦。咁2016年咧，亦都有阿達。咁啊，眨下眼嚟到2020，咁阿達咧，你唔好話佢孤身作戰。雖然係名單得佢一個，但係我知道佢有好多嘅街坊支持，我知道佢有好多嘅義工支持。睇住阿達一路一路越做越好，一路越嚟越有自信，而且我見到佢今日嘅狀態係非常之好。其實我都好掙扎。因為除了阿達之外，我前面的李宇信都是我2016年競選的團隊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。將兩位年輕人，我不敢說即有什麼做過，但是今天踏上從政之路不是那麼容易，而我們也看到他們的成長、他們的決心，還有最重要是他們的勇氣。香港人有智慧、有勇氣，無論是我們的榮光或者其他阿哥，我們每一次關鍵的時刻，我們都見到他們究竟如何去做決定。
阿信可能都未知道，我今日去投票嘅時候撞到你以前中大嘅一位老師，因為佢係社工嚟，佢同我講，阿信就住呢一個天橋火燭咧，其實驚自己做得唔夠好，請教咗老師好耐，好俾心機。我哋就係見到年輕人一步一腳印咁樣慢慢成長，亦都唔單止係淨係照顧佢哋嘅年代。無論是什麼年代的街坊，他們一定會照顧妥當，而陪著公民黨由成立至今一直支持公民黨的朋友，我很希望大家能夠給個機會我們的黨繼續成長。我們的黨好像大家這樣一定有過去，但我很希望更加有明亮的將來，可以跟香港人一起走每一步。所以希望港島區的朋友可以支持鄭達雄，而超區的朋友可以支持李宇信。我是真心誠意推介這兩位年輕人，因為我真的跟他們共事了這麼久，我看著他們越變越好，我亦都覺得現在香港的一個環境就算這麼艱難，選他們你一定不會覺得錯，你一定不會後悔。我都希望呢，過去這麼多年有投過票給我的朋友，我在這裡都借機會說一句，可能有些事未必做得符合你們的心意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原諒我的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希望可以給個機會我前面的兩位年輕人，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，為香港再繼續出力。多謝大家。加入荣誉会员，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，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。